再来我们看一种仪器叫做回旋加速器，叫 cyclotron。 啊 cyclotron 的结构就是啊，它当中这里呢是一个盒子啊，圆形的盒子，空心的，不过我们把它切成一半啊，一半，那么这个跟这边都接出来，接到一个什么地方呢？啊，交流就是交变的电场，就是这个跟这边的电场，一下子这边正，这边负，一下子这边负，这边正，啊，它的变化很快哦，啊，很快哦，啊，一秒钟可以几百万次都没有问题哦，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区域啊，加上磁场，均匀的磁场。是跟这个圆盘跟这个圆盒子垂直，然后我们从这个当中的地方啊就放出一个正离子啊，它这个东西不能加速电子，因为电子很快的它的速度啊就达到一个相对论的范围哈，让它的质量会改变，通常我们是啊比如说加速质子，质子从这里放出来以后呢，它有一个速度朝这边啊，朝放出来以后，比如说在这里啊，那正好是这边正这边负，就是这边正这边负，于是这个正负电荷就把质子推到这边来啊，它就以某一个速度，因为它这里加速过来啊，进入到这一边，因为这里有磁场，所以它的速度啊 QV cross B 就让它做一个圆形的轨道，从这里到这边来，然后从这里出去的时候出去的时候就加速了，因为这里是正啊，正好碰到这边是正，这边是负，又加速一次，加速一次到了这里以后呢出来的速度就更大了啊，所以它在这个磁场里面运动啊，这个半径就越大，所以每一次到这个空隙的地方都加速一次啊，它的半径变大，再加速一次半径变大，一直变大变大，变到在最大的这个地方，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窗口，让这个加速的质子从这边跑出来啊，那这个加速的质子呢，我们就可以用来做一些碰撞的用途啊，就是我们在上学期不是讲过碰撞问题吗啊，那么高能量的带电体啊，它从这里出来，它碰撞到某一种的原子核以后啊可能会使这个原子核分裂啊，这就是回旋加速器。好，那么它这个半径就是最大的啊，因为它走圆形的轨道啊，所以半径是等于 mv over qb 啊，这个 maximum radius 就是等于 max， 它的速度就是 maximum 啊 velocity， 对，好，那么有了最大的速度，那么从这里出来的这个离子啊，它就有最大的动能。最大动能就是二分之一 mv maximum 平方啊，我们把这个其他乘过来就变成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从这个窗口里头射出来的这个离子最大的动能就等于这个量 OK 啊，你看它是跟什么成比例呢？跟半径的平方成正比，跟磁场的大小成正平方成正比啊。好，那么所以说做这个仪器啊，那你说这个最大能量就是你半径越大越好啊，对不对？半径越大它的动能就越大，但是你半径越大的话呢，它这个范围越大，那你所要的磁场范围就越大，这要花钱的了啊。然后还有磁场越强这个动能也越大啊，磁场越强也是要花钱的啊，你要花好多这个电力，对不对？所以它会受这种
限制。好，现在我们看啊，典型的一个回旋加速器，它的磁场是两个 Tesla， 半径呢就半公尺啊，并不很不是很大，半公尺。好，那么它的 Q over M 的比值啊，就是等于啊，等于这个 ，OK， 啊，好，这是用刀合啊，这是我们比如说加速刀合的话，刀合的话，它是两个啊，刀合，它也有两个，它原子核里面只有两个，啊，两个，就说一个质子，一个啊中子了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质量就是两倍的 AMU， 两个 AMU， 它的比值是这个。我们比值算出来以后，我们就来算这个 maximum kinetic energy 啊，这个可以带到这里来啊 ，B 场带到这里来 ，R maximum 带到这里来，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动能呢、啊，最大动能，就最后从这么大的半径。这个窗口里头跑出来，啊，这个半径这么远的窗口跑出来的话，它的总量是 23.75 个 MeV 百万电子伏特。好，现在我们再看，在任意半径的时候，啊，那么半径跟速度是这个关系，是我们上一堂讲过的。然后 V 呢，就是切线速度。它跟它回转的时候的角速度 V 要等于 R 欧米伽，然后这个 R 跟这个 R 约掉，我们就得它的欧米伽啊。所以这个回旋加速器里头的质子在加速的时候，不管它的轨道走到哪一层，它的角速度都是这么大啊，角速度保持一定，但是它切线速度会改变了。你半径越大的话，切线速度就越大，但是它的角速度呢保持一定，就因为它有这个特性啊，角速度欧米伽等于这个，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欧米伽跟那我们说那个原盒子分成两半，那个每一半就好像一个英文字母 D 一样啊，啊 D 两端会有我们刚刚讲过会有交变的电场，那交变的电场呢，它也有频率啊，啊，如果它的角频率 Omega Prime 跟这个 Omega 一样的话呢，那这个就可以让这个离子啊不断的加速，就是说啊，它跑到某一个边缘的时候正好是正啊，另外一边是负，是不是加速过去啊？要跑到另外一边的边缘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不断的加速，就是 Omega 跟 Omega Prime 相等，于是会使得它产生啊，每一个 cycle 就加速两次啊。好，那么它的 frequency 是二派 over Omega， 也就是二派乘上 m over。BQ Omega 用这个带啊，这就是它的这个回旋的这个离子它的频率是这么大。好，那么我们现在看，我们说因为它这个 Omega 跟它的半径无关，所以它保持一个定值，对不对啊，所以让它的 frequency 也是一个定值，那这个 frequency 就可以跟那个交变电场的 frequency 让它们有某一种正比的关系，于是就能够不断的加速。但是它天生有一个缺点啊，天生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是说，当这个加速的离子它的速度越来越大的时候啊，根据相对论，这个离子的质量会越来越大啊，因为你这个
越来越大，接近光速，比如说它等于光速的时候，这就是一了，一减一就变成无限大啊。所以当这个速度啊接近 v 的时候啊，这个分母很小，于是使得分数很大啊。那就是说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啊，这质量变成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大呢，它欧米伽就变小了啊。本来欧米伽是跟欧米伽 prime 跟交变电场的欧米伽相等啊，那现在这两个不相等了，这个越来越小啊，那怎么办呢？那就不能加速了啊，因为两个频率不一样啊，不能产生共振作用啊。好，这是相对论里头的啊。那这个 v 就是相对的速度，这是光速。 m0 就是 m 在速度为零的时候它的质量啊，这个速度是对一个观察者来说的啊。好，所以这个回旋加速器啊只能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加速的这个速度啊不会太大，不至于影响到它的质量，这才可以。但是一旦加速到这个速度大到可以影响这个质量的时候呢，就不能用了啊，就不能用。好，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开始啊想办法啊来改良它啊。改良的有两种改良的方法，一个改良的方法就是说啊，当这个 m 随着 v 增大而增大的时候啊，那么 omega 呢，你看这个速度 m 随速度增大， omega 就变小了，对不对？变小了，但 omega 跟 omega prime 就不再同步了，这个时候离子就不能进一步加速。好，我们改良的方法就是说啊，你看这个越来越速度越来越大，这个越来越大，这个越来越小。速度越来越大是怎么样？它的半径越来越大的时候速度越来越大，所以半径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 Omega 就变得越来越小啊。那我们有一种改良的方法就是说，当你这个朝外面跑的时候啊， Omega 要变小了，那我把这个 Omega Prime 也让它跟 Omega 同步的变小，就让它始终相等，那这个时候呢它就还是可以加速啊。那这种加速器呢我们称它叫做回旋加速器， synchrotron cyclotron。 另外有一种方法就是说，你看这个速度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大，这个使得这个越来越小啊。如果你这个都是常数的话，但是如果我们说啊，你速度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大，我让这个磁场也越来越大，磁场跟它啊同步增加，始终保持一定值，那么Omega 就跟 Omega Prime 呢啊，这 Omega 就不改变就对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啊，这两个 Omega Omega Prime 就永远等于一个定值，就会产生一个加速作用。好，那么这种改变法我们称它叫做同步加速器 Synchrotron 啊。这个方法就是磁场啊随着 M 改变，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这个特点，就是说它这个时候指点不是做回旋的半径，它可以在一个固定半径上面啊，只要这个 B 场啊随着 M 的增加啊，它可以在一个固定的半径上面运动。所以啊，这种加速器呢它的离子的轨迹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圆形的轨迹。好，现在我们就用以上我们所学的
来举一个例子啊，一个 lithium 的离子，它带有一个基本电荷，就是说 lithium 这个原子啊，它的电子被打掉一个，啊，打掉一个，它变成一个带一个正基本电荷的离子，质量呢是这么多公斤，经过500伏特电压的加速以后，垂直进入这么大的磁场，问离子路径的半径是怎么样？像这个题目啊，你就得要把我前面所讲的东西都了解，你才看得懂啊，要不然你看不懂。啊，这个电压是做什么？加速。也就是说，你这个离子经过这个电压加速以后，它就有500个 eV 的动能啊。好，现在我们把这个数字重写一遍啊 ，m 怎么这么多公斤啊 ？v 是500个伏特 ，b 场呢是0.4个 Tesla， Weber per meter square 就是 Tesla 啊 ，Weber per meter square 这个是磁通的这个。就是单位面积有多少磁通，就叫磁通密度，磁通密度就是磁场啊。我们等等会介绍 ，OK， 啊，这么多 Tesla 啊，电子的动能1/2 mv² 啊，我们要化成呢 ，eV 啊，它有多少个 eV？一就是它现在一个基本电荷了 ，V 就是500伏特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里头啊算出它的速度是等于啊，这一 K 就是 eV 哦，500 eV 哦啊，两倍，甚至500 eV， 但是我们算的时候一定要用什么？用焦耳来算啊，一个 eV。它是等于一个库仑，啊，每库仑多少？1.6×10^-19 我们在电位那章介绍过，对不对？啊，质量在这里，啊，除出来速度就是这么大，啊，速度这么大，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速度啊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啊，我们就得到半径是这个。其实在算这个式子啊，我们应该先从这里着手。你不是要算半径吗？半径是这个。那现在我们从问题来看哈，半径就是说带电子点在这个均匀磁场里面运动的时候，它的半径是等于这个。那现在质量知道了 ，Q 知道了 ，B 知道了，对不对？这个啊 ，B Q 也知道 ，B 也知道 ，M 也知道 ，V 不知道。那 V 呢？我们就可以告诉它，告诉我们500伏特的加速，那就是相当于它的动能哈，动能。动能就是这么大，从这里就可以求出它的速度，速度求出来以后再带到这个里头去。所以我们一般做题目啊，你要懂得就是说啊，从这个地方来着想，然后需要 V 我们再求 V 求出来以后再带进去。 OK， 这是例题了。例题的话做例题的人当然都懂这个东西，他知道啊，将来这里需要 V 就先求这个，但是你做题目怎么知道要先求这个呢？啊，当然我们要从这边开始思考。好，第二个例子，有100 eV 能量的电子，垂直进入100个啊 microtesla 的地球磁场，问。电子回旋
回转频率是多少，电子回转的半径是多少。好，这个时候你也可以从这个啊，比如说回转半径，这是我们最熟的这个式子，然后 V 等于 R Omega， Omega 就跟 F 关系，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频率啊就求出来，哦，频率是 QB over 2 pi m 啊， Q 有了电子吧， Q 知道 1.6 乘10的负19次方库仑，这是大小， B 场呢是100啊的 micro 啊负6次方 tesla， OK， Q 啊 Q 我这里啊，二派 M 是电子的质量，9.1×10^-31啊，这怎么写的21啊，31次方个公斤，这31次方公斤啊，写错了啊，等于算出来等于这么大。然后动能呢，这是频率之争，对不对啊，要求回转半径啊，回转半径啊，那么我们看它的动能，它是因为我们要用半径的时候要用这个东西啊，用这个东西啊，用这个式子，质量这个都有了，唯独 V 不晓得，我们还是跟上次一样啊，二分之 MV 平方啊，它就是等于它的动能就是100个 EV 哦哈。好，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啊，这个式子也是常用的一种方法啊，常用的就是说 MV 等于根号 2MEK， 你看啊，我们这里啊两边都乘 M， 然后呢啊二乘过来，然后两边开平方就是这个式子啊，然后回旋半径就等于 MV over QB， 它现在不需要，就说我们用这个式方法，就是你不需要再带这个 M 进去了啊， M 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如果直接带这个你还要约分了等等啊，直接带进去啊，两边的 MEK 啊被这个除算出来就是0.337个 meter啊，那么它的回转半径就是这样子啊 ，OK。好，我们再看第三个例题，一个质子在回旋加速器里面每绕一周就可以获得100个 keV 的动能，每绕一圈哈、啊，每绕一圈可以获得这个。磁场呢是1.2个 tesla。假设质子的初速为零，求第100周轨道的半径，求质子的回旋频率。若这个质子改成为这个氦离子，那么它的回旋半径是若干。那我们就把这个质子的质量写出来啊，氦离子的质量是这个的3倍啊，啊是3倍 ，OK。好，首先我们就看半径啊，半径啊，不是，先看啊，半径。好，半径的话呢啊，但是我现在这里这个地方跟我们思考的不一样哈 啊，我们先算它的动能，等等我们再回头来看，动能是100周嘛，每一周增加这么多嘛，所以100周就是有10^7个啊 EV， OK， 好，半径是这个，半径是这个，然后我们刚刚不是求出了 MV 等于根号 2MEK 吗，对不对啊，这个你常做题目都会记得。好，那么我们就把啊这个式子带进去，2乘上 M乘上 EK，EV 要化成焦耳啊，啊，这个是
点亮这个磁场，算出了 0.38 个 meters 啊。如果是我们现在要算回旋频率，回旋频率我们刚刚也算过啊，它是等于这个，像这种东西我们算过了，你都要稍微记一下啊，要不然你就把这个 v 变成 r omega， 然后 omega 就等于 2 pi f， 就可以导出这个式子啊，然后把这个数字带进去啊，就得 1.8 就是的次次方 hertz。如果是氦离子的话呢，它就是这个不一样啊，其他都一样啊，啊，这个是它的三倍啊，那就是三分之一的频率啊，就是它的频率是这个的三分之一 ，OK。好，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个叫做 Hall 效应 ，Hall effect，Hall effect。比如说，我们把一个导体，啊，铜片呢，或者是铁片呢，我们把它切割成这样子的一个有规则的形状，然后呢，我们这边加磁场，磁场跟这个面垂直，同时在这边通电流，通电流，哎，结果我们就会发现呢，啊，在这个上面呢的电位要比这个下底的电位要来的低，就是这里会有一个电压，这个电压就叫做霍尔电压。好，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我们现在就看一看它的原理啊。我们假设 B， 我们把画着 X Y Z 轴啊， B 等于 B Y， OK。 好，那么假定我们知道这个一般呢，铜、银、金呢这些，一般的导体它都是电子在那里做载体啊，电子在带负电的这个啊，电子在跑，所以它里头的电子可以运动，啊，电子可以运动。好，那么当我们这个电流这样子流过来的时候，就表示这个电子在里头这样子跑，对不对？电子运动。带电体运动才会产生电流嘛，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方向的速度，这个就是它的 drift velocity， 就是它的这个漂移速度。好，你看它有一个漂移速度，然后这个地方又有磁场，我们不是说带电子点在磁场里面会受力吗？力等于 QV cross B 啊， B V，如果正 Q 的话是这样受力，可是它是电子负 Q 这样子受力，所以它一边跑的话呢，啊，等等啊 ，Q 等等，这个 V 在这里哈 ，V 哦，我比错了 ，VB QVB 是这样子，负电是这样子往上跑，所以它一边跑啊，它就一边往上移动啊，最后呢，啊，就移到这个边缘来了。那这边就留下正电荷啊，正电荷 ，OK。所以，当它跑的时候，这里会堆积负电，这里堆积正电，那么这个当中会产生静电场，静电场。那么它呢，因为 QV cross B，V cross B 是非静电场嘛，啊，等到静电场跟非静电场大小一样。方向相反的时候呢，这个电子就不再上去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这里的电荷是一定的，这里的电压也是一定的，于是它就会产生一个霍尔电压。你看 Q， B 是 QV cross B， 负一乘这个啊，那就表示啊，它这里头有一个非静电场，是这个非静电场。那么这个大小呢，啊，就是 VB 了，就是 VB 啊，方向呢就是朝 Z 的方向。好，负电集中在这里，那正电荷就留在下缘，于是啊这里会产生一个 EE， 就是
静电场 EE 就是 V over D、V over D 就是等于电场，因为我们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均匀的一个电场啊，所以呢E 乘上 D 就是 V 嘛，均匀的话。好，那么一直等到这个大小，这个大小跟这个大小相等跟这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方向相反，这应该是等于这个负的才对应该是负的才对。好，那么我们就得这个减 VOD 等于零，那这个 V 呢就是这个霍尔电压就等于 V 乘上 D 乘上 V 霍尔电压，因为 B 你知道了，这个厚度我们做的也知道了然后这个是速度，就是 drift velocity drift velocity。好，那么现在我们说这 drift velocity 跟 current density 有这个关系啊，我以前说过这个关系很重要J 向量是等于 sigma nqv 向量，然后我们把 v 用这个带v 用这个带 j over nq， 那这个式子呢就变成这个式子，这个式子很重要，重要在哪里，就是说它右边呢的量都是可以测出来的，比如说你用多少电流，那 current density 是多少，你用多大的磁场，当然我们知道我要用它，我用多少我测一测就知道了。然后 D 呢是这个厚度，材料厚度也知道了， V 也可以测出来啊。右边都知道，你就可以用来求左边，比如左边 N 是单位体积多少个载体，就说比如说铜来说，它单位体积有多少个可以移动的这个电子我们不知道但是 Q 知道， Q 就是电子的质量，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来求 N 这种材料什么材料这个都知道了，这个值是多少就可以，这个 Q 也知道就可以用来求 N， 就可以知道它单位体积有多少个载体好，以上的这个实验呢，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一般的铜银金的话，刚刚的图上是上面是负下面是正，可是他后来又做了一个实验，用其他的一个导体来做结果他测出来上面是正下面是负，他吓了一跳怎么上面是正下面是负，会不会做错了，他重复做了好几次都是这样子那就是没错。那为什么有这个现象，那就是说有的导体它里面的载体不见得是负电，不见得是电子像现在我们就知道有的半导体它的载体呢是带正电，就是一个厚一个就是一个空洞就是空穴就说一个原子它一个电子跑掉了，那它就是它这个离子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带正电的东西所以它就发现了另外有的导体它这个导体跟我们一般的导体不一样那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半导体就是他后来发现的那一类的导体了。好，现在我们看一个霍尔效应的一个例子好，就是我们把这个
是铜片啊，铜片呢我们已经知道它的 N 是这么多，单位体积有这么多个载体，那我们用的磁场是两个 Tesla 啊，厚度这个厚度是 0.5 个 millimeter， 然后 I 电流是50个安培啊，这样的一个装置，我们要问这两端，这个到这里它的霍尔电压是多大啊？好，那我们就像这个试着许多的公式我是不太赞成用背的，因为背的往往背不起来啊，啊，我们就从道理来嘛。好，你电子这么跑啊，带电体在磁场里面跑 ，V cross B 就是相当于一个非静电场，等于这么大啊 ，OK 啊 ，V cross B， 所以这个 E N 是朝下的啊，啊 E 呢 ，E N 朝下的话就是，我等等啊，我看看 ，E N 哦 V cross B 啊，这电场朝下。但是它本身呢，它是什么呀？是负电，所以它是朝上受力，所以负电集中在上面，啊，负电，它的这个负电集中在上面呢，于是它就会产生一个静电场，对不对？正电、负电、静电场，静电场是 z 的方向，大小是 v over d 啊 ，v over d， 然后这两个相等的时候，就是它平衡了。平衡了啊，那就有这个式子啊。然后这个 V 呢，我们就可以用 J 等于 NEV 来带进去啊，然后就导出这个式子啊。所以这个式子你能够背几天，背不了几天的 啊。但是这个现象呢，啊，我们知道以后啊，哎，啊，就可以记得很久啊。你把这些数字都带进去，我们会发现呢，啊，这个电压好小啊，1.49×10^-5啊，很小很小，哎，好，我们这个要用所谓的 galvanometer 来测啊，一般的这个什么电表都测不出来啊。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